我现在知道了，已经来不及了，水淹了。안녕하세요중화권이슈를다루는마카오권입니다제가세편의홍수관련영상을올렸는데구독자한분이그러시더라고요홍수로40,000,000명의이재민이발생했는데대체어디서어떻게살고있냐고질문하시는거예요저도궁금해서찾아보다가중국의한매체에서찍은다큐멘터리식의영상을보게됐어요모든걸잃은사람들이한공간에서살아가고있는내용인데요영상이좀길어서중간중간잘라냈기에살짝어색한점은이해부탁드릴게요그럼영상보고오시죠淹没这些袋子，袋子坏了，坏了。这有石子。那个鱼上船是一上船到母亲家，一天一个，一百天一洗了。有家不能回，是吧？家里面有没有水，有没有电，什么吃的也没有。我65岁没见过这个大水。出来就是换，就是随身的睡衣。就是穿那个一套那个红的睡衣。三百毛钱。现在一颗都没有，一颗都没有的，我损失大了。想家里面那东西就不住。家里面被笑话我，我还有几百块钱放在那里，不知道拿。我现在知道了，已经来不及了，水淹了。当时你什么事都不知道，就是吓唬了，吓懵了，不知道办什么。哎，不知道办什么，我就讲不知道办什么，就拿着我俩老公的那个照片，拿着那个东西上去，主要的东西不拿，拿着那个东西上去。拿着照片，我两口子就是唯一一张而已，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没照过。当时心里是太难受了，我们出来呀，是穿什么衣服出来的？就是穿的一双鞋，一个睡衣。就是这样出来的，来不及，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出来的，每家每户损失最少是10,000了。네영상잘보셨나요홍수라는큰재앙이들이닥쳐한순간에재산도잃고땅도잃고집과의추억도잃은사람들이모여있습니다이런영상을보며천재지변의무서움을또한번느꼈고하루하루를더욱의미있게보내야겠다는생각도들더라고요제가홍수관련영상을올리면댓글의절반이중국꼴좋다홍수에다쓸려내려가라는등비난의글이많이올라오고있는데요왜그러는지저도충분히이해는갑니다여러가지이유가있겠지만이게가장클것같은데요코로나로인해우리전국민이피해를보고있고저도코로나로인해직업을잃었죠원망스럽기도하고믿기도해요하지만국적불문하고사람의생명은소중한것같습니다홍수피해가더확산되지않았으면하는바람이고요저는계속해서이쪽을주시하여또다른이슈가생기면업로드하도록할게요오늘도영상을봐주셔서감사하고구독과좋아요센스는잊지마세요그럼다음에봐요